他这个人力原唱的，好像色秀尽天密言唱的报声，他用色密言就尽天，很奇怪，色就尽天就是第四层天，然后密言唱的报声，密言就是那个报声居住的地方叫密言唱，不然就色密言唱的就尽天，他翻译翻的不是很顺畅。有密言唱的在第四禅天的广果篇里面，啊，密言唱的，这是佛报身的地方。那这种说法呢？啊，这是说显教的说法，下三序好像没有这样的说法。啊，单用下三序来讲，这个好像也没有这种说法。好，非相较于此，无上于前密续却不必依报身佛像而成佛。他报身佛像有，那个不是依报身佛像的，有这些本尊像就是报身佛像，所以不必啊，却不必然依报身像，应该不必然依显教这个显教。不用显教的报身像，用本尊的报身像，因为本尊就是报身，所以叫做显教。好，显教不依显教的报身像身像而成佛，虽有报身佛像，但可依于所化众生显现上欲界这个本尊啊。欲界所依身本尊身而成佛，就欲界所依那个身叫做本尊身而成佛，欲界所依本尊身成佛，这身前面叫做本尊，没有分清楚。欲界所依本尊身成佛，譬如日乐论巴尊者，那涅槃巴尊者成佛不是涅槃巴那个色身啊，是另外一个身啊，他用这样的角度就会说错，你不是涅槃巴用他的身体成佛啊，这个很奇怪，他弄错了，法师弄错了，不用问他前面讲一身成佛不是那个什么身，后面又讲的又冲突。不相信。这个日八啊，于啊，譬如日八尊者于啊，本尊身成佛。啊，这个以本尊身这个于和于本尊身成佛。是幻身嘛？幻身。本尊即幻身。日八他的本尊就是。起金刚，金刚，三千多本的起金刚。加比派的这个最大的本尊，起金刚，还有三十的。女马派是大幻化王金刚，大幻化王。那个道家派好像也是几地方的，没听过哈？你们因为这家几派都说的几地方的，听过。好，另外在四序部所接供说的是随顺四清净果现啊，这个是供就是身体清净了啊。在佛曼想以及一切所依凡尘及能的本尊，此诸内容呢大致相同，就是身体圆满尊者上者身体之地跟下三句是大致相同的。但是无上于前部在修习本尊法时没有大的本尊，这个叫做修习这个圆满次第，不是本尊法，修习圆满次第。修习圆满是乃由大乐所摄持，
那个大乐哈、改成子母光明会，就是大乐，大乐是三个，这个子母光明会就是会，大乐改成子母光明会，目标那一刻，大乐改成子母光明会。它本身改成圆满自度，且知啊，且知光运之意啊，正是特须修习觉正达无品的实相啊。达无三身就是机，达无品是机，机达无品就是机啊，机道果的机啊，三身，达无品就是机道果的机，机的形象三根果为道用，转三根的机道用，你上面写的哈，三根的机道果。那种种善巧方便的意趣理解，均是不共不异而不共，不有极大的差别。重点在修原本是就三根为道用那个果位的方式，就是人生的一个经验。所以这里有讲到，但是怎么放啊？正德要到什么样的境界？那综合前面所说的呢，安立为世序啊，世序是重在外在的形象，然后呢啊，外在事行作为内在啊，那一切是平等，那外在那形序是平等，然后一切序是以内心为主，那我们刚才是以动机，前于所修佛母。对看而修，这种说法呢？那个说法呢？这个说法就是他们说的，即使在下三序没有佛母，下三序没有双生的，没有真相的，在这里讲跟佛母对看，这种说法跟实际上不同，用无上于体的藏密才有双生。你看东密、藏密，还有。这个台历都没有双生，因为是下三句。下三句就是没有佛。哎，对对，没有双生，没有佛。对，对对对，那、他在达状在这里理论上这样说，可是他们没有修佛，他们修佛。你看长命、中命都没有修佛，都是双生的双生。这个对上来说，这个是理论派的说法，就是实际上是。都是理论的、都是照抄的，而且怎么说我是很不搭抄的，他没有实际上去考证。别安利也行啊，那理解度嬉笑那个不对，这就是个人个人说法，对，我是打用天文的方式，不是用那个数据形式理解出三说法，那变成如果这样，那无上学习就对什么比较低级。这样做跟无上觉是应该积极的，那个天长对，次序就是相对而看就变成是欲界地狱天地六天嘛。那如果是饥饿，然后拥抱那么讲究嘛，饥饿是拥那个就是地狱三天地四天嘛，那是那个那个牵手是第三四天，那拥抱是第一界跟第二界嘛，那人道才要养生生活。它变成无上觉是养根相应，就变更低，更说法是不合理。对，你用这个次序度跟天文的方式来解不合理，变成次序最高，心灵层次比较高。好，这种说法不合理，了解是吗？所有讲座人都没有实际去尝试。所以呢，这个我们讲这个再看104页，你可以这里呢，纵横前述，这个也是不合理，这个讲不合理的情况，这个是不合理。我们看104页，第二段问。那么，依于大圣显义二道，有没有重逢？
啊，依照这个显圣的观点来看呢，依于显圣之道就可以成佛，不用再修密法，就是显圣的观点。那依下生具足学业观点呢，啊，依下生就随之道即可成佛，这个就是说这个成佛不是说无下生的密法，我们讲说不是说你会说他的成佛，他光具足可以成佛，你能不能根本就都说他会做事，这个不能，对不对？难道你说你卖你说你不好吃吗？你不说我不好吃，对不对？你卖东西你说你不好吗？你说我不好啊，就是说这样。最高的，对呀、啊，最最终做到这个标准，对呀、啊，他不好，他就会转换频道了，对不对？好。在这里看呢，都是很不可以依自己的方式来成道。看看第三行，答这边的第三行。譬如以得下三世界学的无相理解而修持于日常学说道人等，不对哈、哦，那三个词语是有相理解，应该是无相理解所摄，所摄就是无相理解是空性嘛。在无上瑜伽所摄而修持，这个所摄，空性摄，对，以上就是空性摄。很多持名，持名就是讲很多持名啊，现在讲是成就的持名。一般来讲是讲成常坐的，常坐持名，你持名就该有常坐，常坐啊，持名啊，算算常坐。因为他们要十六次，啊，因为要修每一步都要修完嘛，所以时间不够，所以要长坐持名，时间拉长，还有时间能够去生成佛，啊，所以令常觉修道能去成佛，它不是令常觉修道，就是总共的是嘛，十六令常觉修道能去成佛，不用常觉，它算共的是十六次而已，加个常觉改成十六次。六次，常觉跟修的又跟学校一样吗？因为常觉修道产生什么样的？就这个常觉产生十六次。六次。皆不需要遮补其他之道。所以他没有说男女双修，也没有什么子女光明会，也不用说心灵解。但若依于无上瑜伽密切的观点来看，可是依于自道，自道及天普通道，就是你懂那个，跟自道跟天普通道是这样的。所以观点上呢，可是依于共道，那个自道的那个共道。共道及天福，他道才能共道，才能成佛。那不共道的意思，下面加个无上瑜伽圆满就是，这个不共道哈，这个他道才能共道。他不共道下面加个无上瑜伽圆满就是。成佛，回修下步之道而得成佛，亦是本名。重点是圆满次第，真理次第是后，重点是圆满次第。
点痛的地方，那其上呢，在贴骨筋上一些力气不当成生活，同理下三气度学一节是无止气之力，下三气度学之道为心肠，其上在贴骨筋上一些力气叫做圆满气，圆满气气之道是力气，他们叫做圆满。一当时就是圆满自己之道，解难呢关于成为自己呢在显教还有下三续部学一呢无上无上于学续部这个圆满自己才是圆满自己。都有不同，那这个道理呢就像有部经部为事秩序啊，这个道理这中有这个先说不同的机道的建立啊，也就有不同的成就，就是不是成就它是成成成成成，但一想到观点认为自己很厚的成才，那么这个成就才能成才，这个就才能每步都可以成就啊，比如说这个就近的成就，也不算不上，也不等很错的成就。具体于印传道的见地而修乃至就近，如是三圣四宗，三圣是宗门圣、独觉圣、无上圣，四宗就是普陀山宗、金部宗、罗斯宗、中观宗。比较紧张嘛，因为双方都是有四句，那四句就是四句、十句、十和句、十上、十和句，啊，各有各的不同，但有不同的旧句不同，但也各有参与不同的，这个重点是这个旧句的参与，但小圣的无我大圣的无我，这旧句的小圣来说，有各有。啊，那个就近也各有参与，那个就近而言也各有参与，那个就近好像各有，也就近各有参与，这是也参与到了就近。也参与到了就近，也就近各有参与。后面一样啊，但是就近的角度相当的，也就近的啊。所以虽然具有此诸就近参与，但是它的参与就近的，有诸就近的参与才显出佛法的功果。但人是必须区分佛说的方便意趣，我已经等到不像这个比丘当中、监狱中，而是双方自己是方便中，啊，称为方便意趣，一个意趣。那简单来说呢，意四道，啊，四道，啊，这个三点，四道等于共道，意共道即天福，啊，不共道。方法才能够用，而成佛是无上一切利益的终身，用这段时代用共道或是方法，那意义共道那就是共道，就是下三处，下三处，下三处是共，所以这个字，这个在一百零五七嘛，合一共道，那个字还是共，无上觉的两处，
十一供道的成佛是简称及下生之列之法，但是后者这种说法显然是不了义，不究竟之啊，只应该算作习性，以及不上善简短之等的啊，不管是啊下生之列简称或不等成法，因为它是供道但是不等成法，所以不了义。如果你成佛是什么？真的就是这个无相行识，他这边也在写下来说下三句。那圆满真实还要修双生，所以下三句没有圆满真实说法，所以他不会修双生。然后，而且刚才讲说，师父要怎么微笑啊，那个三句理论上的前后相矛，很多大学写进来都是从事推理的，根本没有实际去说。好像有时候讲不解的都是啊，前面同事不在，怎么说我就抄下来，就算不在，我就抄一抄，然后就这样，根本没有实际在那上面，就很多佛法讲的不清楚。可是我跟别人讲说佛法讲不出的佛经，不讲不出的人说，我在会上，会上上，你们讲多一点。你只是经典讲清楚，就说《金刚经》讲啊，菩萨非菩萨，是名菩萨。金刚经说的，金刚经菩萨非菩萨，是名菩萨。福德非福德，是名菩萨。是名菩萨，是名菩萨，是叫做菩萨。金刚经说的，你也不会金刚经。那福德非福德，是福德非。哈哈哈哈哈！你看，你们可以看得懂吗？能把菩萨分成两种？菩萨非菩萨。这个是说的啊，菩萨非菩萨，是名菩萨。哎，讲你会那样讲清楚？你看的，如果讲那种，看我就是表姐就好了。可是问题是，菩萨非菩萨不是相违。啊，又非菩萨，又叫做菩萨，啊，不是相违。所以说，是讲清楚没讲清楚啊？所以听有没讲清楚？对啊，不清楚啊。是名菩萨。啊，福德非福德，是福德多。是福德多，有没有清楚啊？对对，所以经讲得很清楚啊。如果说这样说法是背叛三宝，那你读这个是菩萨非菩萨是菩萨，你读懂了吗？光文字读懂了，不是揣摩的哦，不用揣摩，你揣摩是另外一回事啊。光文字你看懂吗？啊，你懂看懂？文字看不懂啊。我也看不懂。对啊，你要揣摩嘛，才会知道嘛。对呀、啊。你一定要加文字才解释得清楚啊！你不加文字，光这个文字你看得懂吗？相违啊！菩萨若非菩萨不相违，那是你菩萨又跟非菩萨相违，所以你普通文字看得懂。是啊，那佛说经讲不清楚的，再说我背叛了，跟诽谤三宝，你都知道就知道。没有，现在他没讲啊，但是感觉我讲的就是证明我经讲不清楚就是诽谤三宝。他没有说我拿酒给他，我不没有讲说我错啊，他讲是伪善方法。这结果现在是偶师那个本师跟偶像心态的啦，反正是佛经佛论是三宝写的，一定是对的，你不能反对我的偶像，你反对的不管佛那个我的偶像对错，你都是错。错，那这个，那是偶像都很认真的，很多结果是这么讲的。所以只要大德说的都对，听都听，一个字都不能少。现在都是这样。对，对，你要去说理解，对啊，你要理解，怎么理解？对，那理解说你要用不同的字去诠释它，你不能说一到人字都觉得不能少。那这就是结果的心态，这样显示心态，真的没办法控制。我觉得这是年轻的心态有结果的，没办法，那莫往就是正常的莫往。
他们看105页，你看，实时可知，什么的种性有它把列成五种，啊，第一种呢就是最顿根的、最硬根的，就是大正显正，依照地时地，然后在那个若西方的视线啊，在菩提树下一叶修在灌顶密宗。灌顶那个大灌顶啊，这样密法啊成果，就到第十地就到天竺，那个他道就改成了啊无上瑜伽道，这个他改成无上瑜伽，啊依无上天竺无上瑜伽道而成果。那在第啊这个第一种啊，第二啊。是第四啊，第二是第四，它有五种嘛哈，第二跟第四种，这个叫做第四种，第二跟第四种，啊，是下山须菩学医的第十地天佛他道成佛，那他道转成无上瑜伽。那第五种是如真法的，就是植物上无显义以及自道，自道就是于自道才是无上无所道，就是无上无所，就他一开始就是无上无所，无知道向上去。所以第二到第四这个没有讲清楚，第二第四我们就可以分为什么啊，次序情绪、一切绪，这样的说法。第二第四就是秩序、情绪、一切绪。秩序、情绪、一切绪。而且前四种啊，处于第十地，到瑜伽序一样到第十地再修啊，无上者圆满次第成佛。那即从第五啊，这个光明啊，那个第五光明次第而入无上瑜伽序。那个第五的光明啊，就叫做圣意光明，因为他已经到第十地了，都有圣意光明。所以光明出地之上就有。啊，叫做光明，叫做圣意，圣意，世俗圣意，光明圣意。你看到第十地已经初地就有圣意光明，到第十地已经叫做圣意光明。对，第十地圣光明次第而入无上瑜伽去，并心升起能断佛道者的圣意光明的成佛，而圆满无上者亦是圣意的圆满次第。那圣光明是断除烦恼障，啊，道断恼障，但所知障呢，还没有断，要靠无上瑜伽，就这个植物光明继续修。由此可说，凡有圣光明而真实无上瑜伽，啊，代表圆满一圆满次第，而真实无上瑜伽圆满次第一体，无上瑜伽他们叫做圆满。正确切的说，啊，除了上述几种，成佛种性的成佛之理以外呢，五种的话，另外呢，也有把大圣显圣不净种性行者，在资粮道或加成道时入无上显密资粮道而遇三种种性，对的，一般我们是在资粮道上品。依不定所定在资粮道上品，它是上品，因为它要摄罗他，
空性的圣母吗？现在地道要到自然道上品才有空性的圣母吗？他开始用力去这个一生成万成佛，这个上品自然道上混空性道，对吗？那同理第三行也可以有大圣密乘不定种性行者，在上下山去做回的资粮道啊，也是该成资粮道，这个是以后该成道时入无上集结一些具部的资粮道啊，无上集结具部的资粮道，文字版本成熟，这个都没有，这个简照的资粮上品是比较清楚。那下山去的五道十地呢，这里没说，在地区的要更简单的说，我们市区的五道这个五道没讲，行区也没讲，无上这个无邪区没讲，但是无上无邪的五道也没有划分很清楚，没有凯定像显江很清楚，是很笼统。凡子都因种性不同啊，那而有成佛差别，种不同而有成佛，这个成佛就是成佛的方式不同，而有成佛差别，成佛差别，因为差别在有成佛。好，如果真是如此，则在此或许可以稍加归纳大圣显义，长的时间主张跟长的时间，那其实以大圣来说，就是要说以显一显圣知道修行义觉三个等等等等，就是这个称修以显圣之道，以这个显圣以菩提心那浅圣之道修行，以菩提心一心三个成佛，那就叫做以任意菩提心，叫做以任意菩提心，经历三大二分体就成佛，那叫做以任意菩提。没有的话，你怎么会说一解三大人？我们现在修得到三大二分体就成佛，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任意菩提。还没有内伤，前期的滋养没有，所以我们的滋养不是成佛的滋养啊，我现在基本滋养不叫成。所以很多讲说啊，你发菩提心就种下成佛了，还早嘞，要正念菩提心才开始啊。对，所以这滋养不是成佛滋养，我们是善业的善业的福业的，不叫成佛。好，这个是显称。那其实下山续不成许，一下山进随意之道，即有在有相啊，有相就是我们讲这个本尊幻化本尊啊，有相这个代表幻化本尊。啊，无相离别就是讲空安住的空性，空性空性。慈名啊。严重啊，这个严重是你持续持续三个水域去，你看平时长时间开始，所以你认为是一次成佛，对不对？如果你成能够时间长寿过多，可是问题不行的，为什么不行？所以认为是成佛，这个说法是错的，因为前后相违的，这个法师显示的，因为呢，他是认为是可以一世成佛，实际上呢，他不肯，因为他没有说什么无上无邪的圆满慈悲，所以也认为是成，是也自己认为，所以也自认为是成佛，这个叫自己，在106页，所以也自认为是一世成佛，他自己的，那以无上无邪来说不可能，不可能成佛，所以也。自认为是不是成佛，只要时间长，那个寿命够长，也是自认为是不是成佛。
对啊，最后无上瑜伽密训主张，虽然以下三句部随意的观点来看呢，持名延寿持修三明阿道可以是什么，不是下三句的最后准备的是什么，是但以无上瑜伽密训并不是什么，就很多文字可以一下讲清楚，可是呢把这个编的时候呢编的没有把它简单重要，编的都很多，它的文字就很多，内容不多，它的文字很多。那在第四行，因为下山是随时要向日之外，它听到无上的密续，它的无穷的圆满次第之道，它的圆满次第。继续不圆满次第之道才产生，才叫圆满次第。真正的成佛之道在无上瑜伽继续圆满次第，才叫圆满次第。啊，此事。夺执不是成，啊，五根污秽的不是成啊，不生智的是极大，啊，这是无上瑜伽密续，啊，这个叫做圆满次第，这个功德，啊，无上瑜伽密续圆满次第。博士的五浊二世，他有浊世就不用浊世了，他长得没劲，后面什么第二个五浊二世的时候，而且前面讲清楚都不用再加一个说明，有什么问题是多少的。好，要看问题。那么若是如此，大圣显密的共道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已经讲的三个重复的话，答可以分几个要点来做清楚，就是一般共识的说法。其一，断障之理是大圣共一统的终归，不断烦恼障，断尘之障，就是道共一统。然而以具有方便跟摄持的智慧跟具有智慧摄持的这个精神，那二等其等来说，就是互相都要修了五章的王王的双翼啊。对，那菩提心摄持空性慧，空性摄持菩提心，这就是王王的双翼，不方便摄持的那个可以不等。哎，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痛觉，所以而由大圣方便摄持空性慧来断障，是菩提心啊。以大圣方便跟这个大圣菩提心，那这个方便分改成菩提心。大圣菩提心摄持来持修顿空性的这个断障，因为顿行断障而就是欲证空性的这个，要解脱的主因啊，解脱主因要靠智慧，但是呢要靠要辅助，要靠福德，福德辅助断障是以智慧为主，那福德为辅。好，再看其二，这个就是要断障共道。第二呢，共取之中的不共之说，共中的不共。关于断障的能力来说呢，显证也包括下三句部，还有无上瑜伽七部。虽然说能断障的道是顿空性有心，顿空慧、无我慧。
但力道啊有不同，因为每个头三子出力的五火会跟二子五火会力道不同，但是呢正的本质一样，跟空气的对立也一样，心也一样，但是它的力道不同。重点是力道不同哦，不是那个不一样哦，不是那个火火会不一样，就是空气不一样，那个力道，因为常常断气，所以那个力道会增强。那力道越强，断的障越细。这是重点的地方。好，所以你看出地的那个见道跟解脱，见道无间道跟解脱道都一样。见道现在的无间道解脱道都是无我慧，这个空性也是自性成空，但是解脱道比无间道能力更强。无间道只是正对治，正对治烦恼问题，解脱道是中断，所以两个都一样，只是地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无间道不是解脱道，而且无解脱道不是无间道的断绝器。为什么？两个都一样，为什么境也一样，心一样？为什么解脱道不是无间道的断绝器？跟你讲说，讲说讲忘记了。不是啊，三手不一样。啊，就是讲一讲啦，你要是回过来，我刚讲错了啊，对，这个你都没有回到我刚才说的，你知道吗？哎，习惯想自己想，刚从你路，刚讲是讲错了，我再问一下你就回了，对，努力再问一下。好，就是讲力到骨用，这没有什么看导数，最后一段嘛，对。第三台可以说协议所对空性无异，空性的说法能空出的力量是有差别的力量，一定相互，因为能摄取的心不同，这只是摄取空性这个会力道不同，要在方便摄取不到，这个又错了哈，这个讲的哈，那个不是，是串习而已，不是那个方便，因为能摄取的心不同，要在方便摄取不同。一个是这个我们讲哈，为什么那个我做讲是把那个同样的道理，你写教也说了，为什么阿罗汉有一个小圣，不能断舍弃法，没有想过啊，一直没想过。为何小圣阿罗汉不能断舍弃法？那个小圣跟阿罗汉，嗯，他因为他。他那个智慧，没有办法去断到那个。我讲阿罗汉不是小圣中义哦，阿罗汉会不会我没有解脱？阿罗汉知道。嗯、阿罗汉已经解脱了。所以他证的空性跟佛证的空性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证的空性是不是？哎，空性。空性的智慧。哎，跟佛有没有一样？是算是智障的，现在是比较讲智慧的，智慧的，一样不一样？你糊里糊涂，我现我不一样，我想不一样。那佛大力菩萨是解脱，问应承派，大力菩萨是以得解脱，是已经解脱，但是他佛也不会再退转。那跟阿罗汉的智慧有没有一样？阿罗汉是得解脱。都是到烦恼障啊，有什么不一样？到烦恼障，这样讲烦恼障的智慧是不是一样啊？我没有讲，没有你问，我问了你就答其他地方去了。你这答非所问，我在问你到烦恼障的智慧是不是一样？你说答是不是？
是一样，那为什么不是用为什么不一样在讲？因为这辩论要一个个来，他就嘛答非所问，他跳针式的回答，他根本讲不清楚。第一个，这个，第一个是阿罗汉，一个无德不够，为什么无德不足呢？一个没有菩提心的广大智慧，第二呢，智慧力道不足。那这力道不足呢？本质这个不是在本质上说而是呢没有无量语言，没有在六度四摄当中。无量无余人的思维，他是思维嘛？这个要把稍微改一下，就是够跟有跟没有。这个就是第一个，只有出离心，出离心比较强。对，所设的自力，出离心所设的那个自力解脱的部分，自力解脱的，不是利他的，对。他利他的就不在乎。对。第二没有菩提心，是利利他广大。自利和利他就不一样了，利他才会广大啊。第二呢，这智慧力道不足啊。因为呢，只有你，只有我跟我所的萨迦眼见。你我与我相关，我们所断，断烦恼正心。
也不是事中。你不要你们广修智慧，广修空慧，力大无弱，空慧力大无弱，增强锻炼，增加记忆，重点在这里。那重点呢，就是第一个，没有菩提心。第一个，没有你不愿你们广修快慧，在这里，它是原那个上下的我跟我是。所以为什么他没办法断绝呢？就这一点问题，福德分不够，智慧分也不够，明白吗？所以不是福德不够的问题，智慧也不够。那这里显示福德不够，因为把智慧加进来。实际上，对于法障碍成佛了，不是吗？那我讲成我是骗之一切所知，就是骗智的。那因为他没办法骗智一切，就是我们讲叫所知障碍。骗智啊，所知叫骗智。对。骗之一切。你要坐下来那个摄影机吗？阿难是那个烦恼，跟烦恼在手之上。你的工厂你不觉得没事啊，那你要麦克风啊，麦克风等一下，那你正确请坐下，请坐下，可以上去，有了有了，请坐下，有了。阿难尊者哈，那《楞严经》里面那个有关于那个烦恼障、手续障轻或者重的问题，没有没有讲这个啊。如果用这个来怎么解释？《楞严经》没讲这个啊。声闻的。我问了你，我你在做，你要拿助听器的，我就问你，都根本听不到我在问你什么。《楞严经》没有讲这个烦恼障、手续障啊。楞严经讲，前面讲七处真心呢，是在四摄处缘起上找不到独立实体哦。说七处，那心在哪里？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在根，不在尘，不在世，不在修，在七个四摄处找不到我的四摄法，它是独立实体有空的内涵，但是呢内涵没有讲清楚，它是证得独立实体有空啊。以多闻为止，一直以多闻为。你那公啥？你先要讲断章，又讲多闻，要跟什么关系呢？说一向以多闻为主。那跟断章有什么关系？就是跟这里。但无有多闻跟多闻，多闻是方便闻啊，跟断章是智慧闻。你还对佛法是没有基础概念的，学得很杂又不清楚。我可以在猜想，他的意思。
你说我拿位前倒立的部分来，位前倒立。什么叫位前倒立？位前倒立，那里面有些都问位前倒立，所以什么开始那个有的那个就是一个对啊，好。你们有三千五啊？是的。不是，我在猜想他的意思。